他俩是不是在一起？不知道啊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看他俩。我人生的狼狈瞬间，为什么总是能被顾寻撞见？顾寻，你的这个校卡掉了，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微信啊？同学，这我的校卡，我叫顾小鹏。 方便加个微信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了。嗯，男朋友？你换女朋友了？我？ 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倒是极强。还有蒋总这话听着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倒是极强啊。叶倩玲有福报的样子，倒是有点像一个人啊。叶倩玲，花花。我问你啊，如果一个人他平时对你不冷不热的，但是关键时刻却很护着你，你说他是对你有点意思？喜欢就去告白啊，你在这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 告白，顾寻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 我不喜欢你，以后也不会喜欢你。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哪个不开眼的欺负我们小麻花？明天我去打死他！ 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！好嘞，我知道了，叫顾寻。这门来人了！啊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说你没看。哎，那你以后你俩就是邻居了。 白天刚和顾寻说完再无交集，晚上就成了冤种邻居。现在我的空调空气还坏了，太惨了。那就借一个。大晚上的我找谁借啊？邻居。布丁，布丁，这么巧。叶精灵，我的 ID 是。 你喜欢的是小麻花啊，不过小麻花就是月千灵，月千灵就是小麻花，喜欢月千灵等于喜欢小麻花，喜欢小麻花等于喜欢月千灵。哎，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？